各位大家好，民建聯今年二月提出變革香港的倡議，其中最重要的一環是要強化管治能力。我們需要更多愛國的政治人才一起推動政府施政，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有見及此，民建聯舉辦政道治政理念研習課程，讓我們可以在一個更高更廣的視野角度一起探索和思考香港的治理方向。課程的講者個個都是星級人馬，你又怎可以錯過呢？一起來報名吧。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社會慢慢安定下來，但是要由亂入治，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我相信現在是一個適當的時候，一起探討一下我們治理香港究竟需要一種什麼的理念，什麼的思維，什麼的策略。希望你都會報讀治政理念研習課程。在愛國者治港的新形勢底下，我們要不斷提升自我，不但要參政議政，還要有能力參與香港的管治，以民為本，想辦法解決各種的社會問題，為市民尋求福祉。如果你同我哋有相同理念嘅話咧，咁就唔好猶豫啦，快啲嚟報讀政道課程啦！民建聯舉辦培訓課程，大家千祈唔好錯過依個可以一展抱負嘅機會。社會上有好多嘅議題都係同人有關嘅，係需要每一個人集思廣益嚟到去解決。一個社會治理得好與唔好，其中一個關鍵嘅因素就係在於治政者啦。所以大家快啲報名啦！你好可能係我哋下一位嘅治政領袖嘅。嗱，呢個政治咧，其實係同呢個政治係通嘅，即係古治咧呢兩個字係一樣嘅。咁啊，呢個政治點解咧？正當、正確、端正咁嘅意思。好啦，我哋而家大家都熟悉講緊呢個政治係咩咧？係個管治咁嘅意思。咁啊，古人認為咧，你要管治，當然要行一條正路啦，啱唔啱啊？梗係要正確正當啦。咁啊，所以我哋有個所謂政府啦。咁啊，政治係咩咧？政治咧就係管理之道啦。咁所以如果話一個人從政咧，就即是話佢參與管理的事務，就為之從政啦。咁啊，從政之道就為之正道啦。嗱，咁你會問：喂，香港近年發生咁多事，對於我哋從政到底有啲乜嘢前途咧？咁有啲咩可以發展咧？唔使擔心，參加民建聯嘅政道治政理念研習課程，4月14號就截止啦！快啲嚟呢個網站報名啦！